那打戏对我来说其实挺简单的。对对，我在我们那个剧组武行有一个就是称呼叫金牌替身，就我就是我自己的替身。很多的都是实景拍摄，就没有说滤布去扣滤布什么的。如果就是要飞一个山头，我们是真的是吊着威亚飞得很高，就从那个山头跳下去那一个。相对来说，创作环境会比较艰苦一点。当时我觉得是，你看了那些环境的过，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是真的。我怎么会丢下你？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过渡口，看看可可，半半与自己对峙的火。